重点探测一下吧。然后我发现我的灯打太暗了，但是因为我现在两只手都拿器材，就是说我现在稍微的蹲低一点。这摩托车温度还蛮高的，但最高温29，最低温24。28、24，OK。这个空的，所以说直接这样扫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然后差点走过头，上二楼。这楼梯真的很恐怖，而且要上二楼的时候，那干扰变强了。天哪，走这楼梯感觉有点在玩命了。我先把一台机器架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一只手扶着，要跟大家说拍谁。那是地方，没办法，两只手啊。这些呢？这里的干扰声确实还蛮强大的哦。不时传来那种很大声的那种噪音啊！好，OK，那我们来做磁场探测吧。来，重点的磁场探测。现在我人在一楼，然后大家应该听得到雨声了吧？外面下起倾盆大雨，
下完雨之后，这边的磁场也稍微变乱了一点。摩托车这一圈磁场没有太大反应，雨越来越大了，脚到后面这一圈来的话呢，天哪，这个雨声！好，我上二楼在做测量，但我这个时候先把磁场探测器收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走这楼梯还是小心了。湿了，湿了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它这里没有屋顶，所以我直接在这边测磁场就好。这边也还好。天哪，狂风暴雨。这间呢，有一点强。这间能量好像比较强哦，也比较不安定，甚至有到红色的地方。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。假如现在你们有在这一间屋子的话，请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好吗？谢谢。有。我的妈呀，这雨也太大了吧！我很怕我的声音会进不去。想请问一下，这一家当初被烧死的人，有没有在这个屋子、这个房间中？有的话，请给我到红色的地方好吗？有。再来一个，就是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场大概有几位呢？两位以上的话，可以到红色的地方吗？谢谢。有，好，OK。磁场探测，简单问几个问题。接下来一批麦克风，在这间磁场最强的房间里面，来做个问与答吧。好，接下来沟通的部分。首先，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说，关于这个屋子当初放火烧。然后为了赚取保险金，或者是要钱要不成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这个屋子所徘徊的鬼魂，是不是当初这一家人在这边葬身火海的鬼魂呢？是的话，里面房间一台 EVP 麦克风，给我任何的声响，或直接回答都可以。或杂讯，谢谢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这边有很多传闻废弃的原因，有一个说父亲花光财产，有人说是不孝子花光财产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哪一个才正确？若是父亲的话，请给我任何的声响。或直接回答，或杂讯。只要是儿子的话，就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。谢谢。
第二个问，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，假如是儿子花光的话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声响杂讯，或直接回答？谢谢。那我就想请问一下，之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骑车经过时，有看到有人影站在这个屋子的当中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些看到人影的，是不是徘徊在这边不去的鬼魂呢？是的话，请给我任何的讯息，谢谢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关于这个屋子，之前有人来这个地方乱丢垃圾，结果他有看到黑影，那大概也是这个时间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是不是你们有什么样的冤屈想要告诉大家，所以说不想让人家离开呢？是的话，请给我任何的讯息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拍完今天沟通的部分，我是想说，不管哪一种才是真实的，我只想说，都是一个人的悲剧啊。有一些人真的是禽兽不如，连自己的家人都死，为了钱都可以去伤害，这个实在是不可取啊。但是，也因为这个样子，人才是最可怕的，不是吗？连自己最亲的亲人都可以去伤害，太过分了。人家说家里是最好的避风港，但在这个地方却变成他们炼狱，都没想到吧？好，最后我只想说，我终于可以不用戴口罩了。现在政府规定，只要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，一个人其实不需要戴口罩。也希望我可以赶快到海外去做拍摄。那今天灵异前线呢，其实就拍摄到这个地方为止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我要再走很恐怖楼梯下去了，拜拜。